你想搬家吗？想啊。那你有钱吗？想在休息。所以你现在是一边工作，然后一边带小孩？嗯，对。他怎么没念书？我不喜欢读书。我想让你觉得你很特别。谁赌钱想输啊？我也很想赢啊。谁在帮忙照顾他？答案不接，明天迟到。我只会讲这种话的人怎样？